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那这盘棋是五月三十一号进行的一盘网棋，由黑方申真谞对战白方江维杰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开局在左下走了一个流流行的定式，接下来白棋扳啊，黑棋有这个反扳的下法，实战黑棋打是另外一种分支。接下来白棋连续打吃，再往前压，把这里走后。 啊，不过黑棋围控围的也是挺愉快的。接下来白棋肯定不能让黑棋这里全部成空啊，可以选择再压一个，然后手脚限制黑棋的发展。实战白棋往前飞，思路也差不多啊，因为白棋的头在前面，黑棋再往这儿挂角的话，白棋可以飞下来啊。黑棋再围这里的空就非常扁了，所以说现在下方这里的价值并不算大。 啊，黑棋左边夹击，瞄着白棋的保卫，白棋不补的话，黑棋接下来可以选择尖顶，啊，这样白棋粘，那黑棋就度过。实战白棋网路小尖，这个是棋形，把黑棋分段。现在黑棋在挤的话，白棋是完全不怕的，啊，可以打吃完之后虎一个，补断。黑棋打，白棋再粘。接下来黑棋就很难补了。如果说挡住。 那白棋手角啊，顺势夹攻黑棋，这里黑棋就缺乏根据地。拆边的话，因为二路漏着风，所以说白棋打入，黑棋冲下来，那白棋可以往前一顶，这样既防止黑棋往二路拖过，然后又把黑棋两边分开，这样黑棋会陷入苦战。所以说黑棋走的也是比较灵活啊，就直接往上挂角。不过这里的根据地还是会被白棋破坏。 白棋飞出之后，黑棋直接走了一个双飞燕定式。啊，这里 AI 的推荐是黑棋网扎拆一，拆一的话白，白棋飞把黑棋分段，然后黑棋就直接安定。这样的话，白棋其实两边都要补啊，上面拆边补一手的话，那以后下方这里还是有这个冲断的问题。白棋弃井，黑棋这样可子有机会逃跑。 实战黑棋双飞燕，然后白棋靠压完之后再长啊，黑棋点三三。接下来白棋的这个方向肯定要选择左边啊，如果说往上方虎一个，那这个棋就不对了，被黑棋爬回，白棋往上打吃，那白棋左边走了半天，这里的大模样就被破坏了。所以说白棋肯定往左边挡住，然后再往路搬啊，这样定型。 黑棋还是要飞出啊，这里的子如果说直接弃掉的话，损失太大。黑棋飞，然后白棋拐出，黑棋再搬紧住白棋的气。接下来白棋断打靠出啊，这里就形成作战。然后黑棋直接选择冲断，外面白棋气紧，然后脚上白棋还不活，所以说白棋先往路爬做活。黑棋外面搬出，白棋打吃。 然后下一手棋，白棋的判断出现问题。这里应该直接往左边打吃，吃通这一颗子啊，这样的话白棋就直接连成一片。黑棋虽然说这块棋也可以继续跑，不过等白棋飞出把黑棋分段的时候，黑棋两边都需要补。现在上方补齐，白棋可以拆，这样右上角也就顺势安定了。黑棋左边这块棋，因为四处漏着风。 所以说，这里的眼位也比较成问题啊，始终是黑棋的一个负担。这样下的话，白棋要比实战更为主动。实战白棋再往前压，那被黑棋往左边虎的话，这里就牵了一手倒扑要补。接下来白棋打吃，啊，看上去是白棋的权利，但是外面这里的断点也来不及补。白棋粘，然后黑棋再拆，啊，在这里做眼。 之后白棋飞出破坏黑棋的眼位，黑棋直接冲断，白棋贴住，黑棋跳家。啊！这个地方跳家的话，并不是为了吃住白棋啊，因为白棋往外冲，黑棋也挡不住。不过紧住了白棋的气，接下来黑棋可以往这儿补断啊，这里的眼位也就全部撑出来了。白棋吃住这两颗子，黑棋再胡下来。下一手棋，白棋直接往角上做活，也少了一些次序啊！这个地方还是应该先点过来破眼。 这样的话，黑棋打冲一个，因为左边有这个断打的问题啊。黑棋冲，那白棋可以再补活。这样黑棋这块棋还没有活干净，以后黑棋往外逃跑的时候，白棋可以顺势在外面补断。这样白棋也要比实战好。实战白棋只是直接做活的话，那黑棋打吃完之后往这儿做眼，黑棋就直接活了。黑棋活了的话，那白棋外面就麻烦了。接下来白棋往上贴住。 啊，这个棋形，普通来说，这个二路力是非常大的。啊，力的话，以后往右上角打入，还多了一些接应。白棋补一手，黑棋就可以考虑脱先，走其他地方继续捞空。啊，这是一种选择。实战黑棋下的更为强硬，直接往角上挡住。这里被白棋打到这一下，肯定是非常亏的。不过黑棋就获得一个先手。这块棋活了，白棋角上做活，黑棋可以走到外面这个断点。 这样的话，白棋两边就被分开了。之后白棋打下一手棋，白棋如果说现在上方补的话，可以直接往这儿小飞。啊，黑棋碰完之后，扳连成一片，白棋再往左边补也不迟。实战白棋往前压，希望先把这块棋出头。黑棋长，但是黑棋这里就多了一些后位，所以说实战白棋再往四路飞的话就不太合适了。啊，这个地方还是应该。 往三路跳一个，这样根据地更为扎实一些。实战往四路飞，黑棋拐住先手啊，中间白棋还要继续补，不然的话黑棋点刺，然后再飞封，白棋危险。白棋往中间飞，黑棋这个二路点是非常严厉的啊，这个地方白棋的联络就出现问题了，直接选择跨断。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白棋反打，然后黑棋再提啊，接下来白棋只有粘。 黑棋再虎一个，扩大眼位。之后如果说白棋单粘的话，那对于黑棋来说完全没有影响啊，这里的气就松出来了，眼位也好很多，黑棋可以直接跳回。白棋往外搬出，最终还是要被黑棋往右边封锁啊，这样白棋苦活的话，黑棋外面也就全部走后了。所以说单粘不太好，实战白棋打吃破眼啊，黑棋断，白棋提。 当然，这个劫黑棋还是有些重，所以说黑棋就直接粘，白棋往外打，黑棋再长一个，这样的话黑棋上面这一块还是吃通这两颗子白棋大龙不活，所以说白棋飞出这个地方，黑棋是冲不断的这里冲白棋可以打，啊黑棋粘白棋粘，包括往这儿小尖的话，白棋冲完之后往上打吃，这里也有棋，所以说白棋的联络暂时没有问题。 接下来黑棋跳，白棋跟着跳，黑棋点刺啊，也是希望把白棋走中。这个地方白棋想要连回的话是不成问题的，比方说往右边啊，往左边挖一个，再粘，黑棋粘，白棋粘，这样的话黑棋只有在补断，白棋可以往上打吃活一个，然后在右边这里做活。不过只要白棋做活，外面还是会被黑棋包住啊，这样白棋也不能满意。 实战白棋贴住黑棋团一个，但是被黑棋挤到这一下，这里又出棋了。这个地方白棋很明显有两个断点啊。不过从这个后续的进程来看，白棋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忍一忍，把这里粘粘完之后搬，然后在右边做活啊。虽然说这样下还是黑棋比较优势，但是白棋至少大龙没有危险。实战白棋还是想要在这儿拼一拼啊，选择粘在这儿，那大龙就被分断了。 接下来双方就形成对杀。那白棋挖完之后断井七，黑棋提，白棋再扳。实战黑棋是虎在这里啊，其实搬住的话也可以长气。搬的话，白棋反搬，黑棋断打完之后打吃再粘。这里白棋也不能往中间封锁啊，不然的话黑棋冲完之后断打，这里包围圈还有问题。拐住的话，黑棋我可以往左边跳啊，继续长气。那白棋左上角这一块可能都会被黑棋包住。 比如说黑棋虎一个是完全可以的啊，实战黑棋往这儿虎，白棋长，黑棋团住，上方这里有个断打，白棋也必须要补齐，然后黑棋再往中间冲啊，走到这里的时候，白棋就认输了，因为这里白棋上面气非常紧啊，中间紧不住黑棋的气，扳的话黑棋就吼出来再冲，因为白棋先要把上方这块连回，那黑棋拐出来再往左边冲，再一挤。 右边还有这个双打吃，白棋粘黑棋再拐出来，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对杀白棋的气肯定是不够。那这盘棋主要的转折点就是在左上角的定型，啊，白棋往外贴住是一个问题手，应该早点吃通左边的这颗子，这样的话黑棋左边这一块不活，然后白棋往外出头，啊，以后还可以继续进攻黑棋，白棋也是挺主动的。 实战被黑棋唬到这一下，那白棋外面反而被分断，而且这里还有断点，最终这里的攻防形成转变，然后白棋大龙也不肯在右边啊苦活，最终被黑棋分断之后形成对杀，那白棋的气就不够了。好，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看到过瘾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